这汤来的时阵，已经是冷的，敢用给人去啉？这酒无够冰，这款的服务品质实在配不起这个套餐的价钱。根本是来骗钱骗啉的嘛！我今仔日拄到你当年的钱，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还佮有基于神仙套餐订做一份，一定要好好管伊。伊有淡薄超过我所期待，伊应该是一个真好的对手。你跟我进行了后，我感觉足幸福的，我就甲咱的第一次。你来做纪念吗？秋瑶，我起来！我不会好你，起来！啊！是，又搁要换头路啊？啊，都有一个阿婆啊，偷摕咱饭店浴巾，还佮有浴袍，啊，结果刘谦啊，明明都甲人抓着啊，啊，竟然轻轻彩彩就甲人放走啊！你拄则伫外口冤家，我拢看到，你处理了袂歹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做刘谦呐。你坦白跟我说，你是怎么希望他离开万里啊？看起来知道别人的秘密真的很危险。你的嘴巴是去有金甲毁掉的，那不然怎么会止损？除了严胜元欺负你，还有别人？你若是没希望，你乌龟让我跳的事情让大家知道，你就别管我跟胜元哥的事情，别管我的感情，我自己的处理。万里饭店会尽地主之谊，招待您这段期间的住宿，等待皇家集团的回复。不用这么麻烦，原来你也是在皇家集团服务。Hello， 各位另一半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、啊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、欸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、啊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。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不会，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不是我点的，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